老板，欢迎翻嚟你屋企。呢间就300尺嘅一房，喺启德跑道区嘅维港出住，入嚟就冇乜玄关位。呢度就有一个一字型嘅厨房，好企理，基本上台面都做晒俾你，所有家电就齐嘅。有一个大露台啦，咁就38尺，望出嚟就一个都会景同埋维港海景。最正入嚟就系主人房，主人房就同个客厅一样大。都有一个落地玻璃窗，望出去都是海景，几靓嘅。有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浴室都是经房入，我自己麻麻地，但是佢嘅设计 OK 嘅。成组嘢嘅活动空间好松动，转身都 OK。现时发展商就卖紧嘅，而家大概挂紧17,000-18,000嘅尺价，似呢啲单位值唔值得投资？欢迎去维华知。